先安排安排，一会儿老大爷揭开了。谁也不生日，咱俩过大会了，谁也不生日，唱大戏。大家好，这里是牛不拉，俺这儿举个游戏，然后亲戚朋友都该来了。俺家嫂子家长们一会儿准备准备。棍棒糖。嗯，那小棍棒，小棍棒。你看琪琪喊啥嘞？喊啥？喊哥。哎呀，对，喊哥，谢谢。嗯，我俩去哪儿呢？我在我吃完了。娘跟你说了，这是娘的名分儿，这一半儿。哎呀。